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 2.5 飞霄零杀技能消息汇总，强度逆天，突遇定，击破对剑子巅峰。玩家表示，这还抽个锤子娇羞。崩铁 2.5 到 2.7 卡时安排，飞过零杀技能爆料，虚无冷没登场，女毁灭加新童鞋。崩铁 2.5 版本新角色登场，击破乃零杀与飞霄强势来袭。随着星穹铁道 2.3 下半卡池的开启，新五星角色翡翠和银之的复刻吸引了众多开拓者的目光，而随着 2.5 版本的临近，关于后续卡池的相关消息也逐渐有舅舅爆料。 2.5 卡池新角色 2.5 版本的卡池将带来新五星角色零杀，它的定位为火风饶，击破乃流萤超击破队的队友。零杀的机制包括召唤物，该召唤物具备治疗、消刃进化、减少 CD 等多种功能，这让它成为了全能型辅助。零杀可以治疗、消刃进化、减少 CD， 其他能理解，但减少 CD 有点猛。大佬猜测零杀的召唤物行动过后能治疗并解控队友，但是这个机制本身有 CD 然后可以减这个的 CD， 毕竟如果真是减队友 CD 那也太超模了，那流萤要无敌了，尤其二命流萤直接起飞。简单来说，零杀的机制结合了加拉赫、罗莎和帐帐的特点，为队伍提供了全面的支持。飞霄的强势登场，在 2.5 版本中混沌回忆新增了替代韧性条机制，这使得新五星角色飞霄有可能成为大雪衣。飞霄的定位和机制尚未完全确定，但根据目前的信息，飞霄在 2.5 版本中被强抬的可能性极高，这意味着飞霄进卡池基本上是稳了。加上零杀这位功能丰富的女角色， 2.5 卡池的双女角色组合无疑将吸引大量玩家。复刻角色安排，关于 2.5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之前的消息中提到的真理医生和黄泉，根据现阶段角色复刻时间顺序来看，也差不多到了这两位角色的复刻时间。崩铁 2.6 到 2.7 卡池安排，阿格莱亚、虚无软梅登场，女毁灭加新童鞋。崩铁 2.4 版本的钟声即将敲响，云离和娇秋这两位新角色的到来让无数开拓者翘首以待。随着 2.4 下半卡池的临近，玩家们的星穹是否已经准备就绪？娇秋、虚无软梅强度热议，娇秋作为 2.5 下半卡池的新角色，尽管尚未上线，但其强度已经引发了玩家们的广泛讨论。娇秋的手动开大和虚无负面buff 适配于所有队伍，使其就业面极为广泛。虽然对专武的需求较高，但即便经过削弱，娇秋依然能够以100点能量上线，成为队伍中的关键角色。搭配黄泉，娇秋有望成为下一个保值最久的人权卡角色。 2.5 卡池新五星角色预告，官方已经公布了 2.5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飞霄和零杀，而 2.6 及后续卡池的四位新角色也来了。根据舅舅透露，包括阿格莱亚、冰毁灭、罗斯姑母、虚数智石、星期日、虚数童鞋和 SP 庭云，大概率是量子毁灭。阿格莱亚这一角色那时候第一手消息就是冰毁灭，但后来 Yuba 说尼克搞错了，记忆组才是那个冰毁灭，本来是阿格莱亚用尽流光锥仪器的，现在变成记忆组用尽流光锥仪器，目前消息来看是辅助概率非常高。据传星期日和 SP 平云可能会在 2.7 版本记录卡池，全服玩家免费领取星